九月啦，咁秋夏兩季咧仍然係爭奪緊主導同花朵同埋小昆蟲，依舊充滿生機同埋朝氣。趁住花朵仍然盛開，天氣仲未變凍，勤勞嘅小蜜蜂把握時間，喺花間起舞採蜜，傳播花粉，為寒冷嘅冬天做好準備。多謝觀眾 Henry 同埋 Johnny 細心嘅觀察同埋分享。